这是一个家具 furniture，这 furniture 呢，可能我估计啊，是这家就是那个钢琴的那个培训这个房子搬出来的，这上写的是 free，free，free 就是不用你。配钱的意思，你可以，你要用你可以拿。这是放在这儿，就是他们把不用的东西，他们放在外边呢，谁要用谁就拿，是这意思。这个这儿的空气啊，蓝天、阳光、温度都特别好。你好吗，狗子？